是不是你不看着我们讲，我冇话不讲呢？伊只嘛讲小哥。好啦好啦，嘿啦，我你先物件放诶，你先物件放诶啦。我免讲，我唔是要上话你，我改来，我只要看着我们讲。啊，你安尼做对恁囝对安尼搞较好。无搞，我都看。对不？啊，你先物件先放诶，我先帮你联络看嘛，因为我都蛮知恁囝即卖是伫大什么经营，我开始。开锁，慢啊！我怎么哦？好啊，开锁啊！你妈啊你哦！好啊，要跟你讲啦。好啦，哦，大正红现在大家都关心你，都好好跟你讲啦。五公斤。哎呀，太好听的啦。哎呀，慢说这公斤。哦，大家拢跟你关心，慢啊你哦。慢啊你哦，你后生在那边来啊？对。再几时要到？我来先汇报。